煮，我教你煮鸡。不会是那个阿嬷的那个吧？对。哎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好。来来，我告诉你哈，我们的姜呢，要切像这样。姜怎么会？姜你要先切碎，哦、这个已经对对对，然后你就把这个姜这样放进去。哇，这么多、啊！是是是是，然后得把它铺好，然后你就加点沙拉油。好，来，均匀的。OK， 好，好，就这样，够够够。然后你现在来按摩机。好。先倒米酒按摩，这次是米酒，对。好。OK， 可以，然后按摩。按摩好。嗯，这样好，有点像做油加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、嗯、，SPA SPA， 嗯，帮鸡 SPA 一下、嗯。好。哎呦。哎。好。然后倒一点麻油。好，好你把它抹均匀。OK， 好。可以了。嗯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。然后摆上去吗？趴上去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纸铺一层，这样子，对，盖好，不要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地方也要把它，好好，我来做，这样撑叉，对对，撑叉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好，剪刀戳洞，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那几个？随便随便，好，可以来，然后呢，盐巴。好，那撒在哪里？不是，你先舀一个好大汤匙出来，这样子放在你的手心，你这样撒撒，嗯，哦，这样子，这样这样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哦哦，再一瓢，再一瓢是不是？但是你不要把它冻里面去哦，哈，要在纸上 ，OK OK， 所有的盐都要在纸上面。哦，好好好，来慢慢撒均匀，好，来收，好好，这样够了。嗯，够了，来 ，OK，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。好，好，然后开火。你们是不是在煮那个阿嬷的鸡？对，我也要学。好，下次再教你。今天我教 Ken。这样子不行，我来。不行，你要调到从剩下中间，那一小圈。OK， 就这样。就这样，那要这样要差不多一个钟头过40分钟，等它有香气了以后，看一下，不用看，你都不要去动它，对，差不多40分钟，嗯，你再来看一下，戳戳看它那个鸡，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去休息一下，等一个小时，有40分钟又再来看。妈妈，要不要去看一下、那个？看鸡是吧？对 对， 对，好了，去看。小心哦，小心不要掉地哈，不要掉地。OK， 可以，哦哦，可以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你慢慢，不一定要很。哇，很香。哇，成功了。成功了。他？这没有，这我只有按摩而已，其他都是妈妈教我的。有啦，你按摩你也放进去，你也倒油，这都是这样子啊。先试试看今天的滋味，这个要怎么来？我来，我先来，对对，来，哎，来，这个弄这个，没有啦，我知道妈妈会拿给你，对，哦，来，谢谢，你试试看。超好吃的，你喜欢吃姜？对，太好吃了，成功，成功。